下午好，亲爱的哈特特公民，请允许我介绍一下，这里是哈特特重光工业公司，我代表这个项目，把这个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我是龚志勇，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投资人之一。这个项目从2018年在哈特特开始做前期工作，2019年下半年开始建设，但是呢，很快就遇到了这个百年不遇的这个疫情，使这个项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得到了哈萨克国家投资公司以及外交部投资委员会的大力帮助，使这个项目的一期工程现在已经具备了投产的条件，预计10天内我们将开始试生产。在哈萨克这个项目的落地，再三感谢哈萨克的这个各级领导还有香布尔州的大力支持。这个随着这个项目的进展，将创造一定数量的就业机会，改善哈萨克在本项目上的一个填补空白，改善这个提高技术。随着哈萨克的这个经济的发展以及哈萨克投资环境的进一步的改善，我们相信这个项目会有一个好的前景。最后再三感谢哈萨克国家投资公司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，使我们项目进展到投产阶段，谢谢。